ما هي انطباعاتك حول نينشيا؟ لقد كانت درباً أساسياً على طريق الحرير القديم. إنها منطقة تتمتع بموارد وفيرة، أرض ساحرة تجمع بين مناخات باردة وساخنة. نينشيا مكان مليء بالحيوية. نينشيا الحديثة، موضة نينشيا، رياضة نينشيا، ترحب بكم. قامت قناة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بالشراكة مع محطة نينشيا للبث الإذاعي والتلفزيوني بإطلاق السلسلة الوثائقية توقيت نينشيا، لتقدم لكم الحياة النابضة في نينشي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卫视为您播出的第四届中阿博览会特别节目《让世界看见宁夏》，我是宁夏卫视的主持人张冉。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这一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赵磊教授，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一位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的副局长张立伟先生，欢迎您。主持人好。赵磊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知道中阿博览会呢，它是由中国商务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应该说从2013年到现在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三届了哈。这三届呢带来了应该是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深远的，同时是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得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的这样的广泛的一个认可。应该说给我们的中阿的务实合作呢带来了很积极的这样一些贡献。今年呀、是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年呢，我们力图啊，通过继承前三届中阿博览会成功的办会经验和办会成果呢，聚焦经贸、务实合作，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呢，打造成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呢，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合作平台。一句话，中阿携手面向全球。我记得在2016年的一月啊，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言时，他指出啊。说中阿博览会已经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所以从这个评价来说，可见中阿博览会成绩斐然。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所以今年在4月份举行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么中阿合作呢，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亮点啊，因为阿拉伯国家集中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刚才我特别赞同张局长的观点，就中阿博览会它是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为契机，但它是面向全球开放的。对，因为一带一路不仅有沿线国家，也有相关国家，有新兴市场，也有成熟市场，它是一个纽带，也是一个催化剂。对，就像您所说的，其实这个平台呢，它放在宁夏，但它真的不是一个宁夏的平台，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平台，让世界看见宁夏哈？我们有一个短片可以一起先来看一下。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前身是中阿经贸论坛，自2010年以来，在宁夏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和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共有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40多家大型商协会，7732家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5.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签订各类协议1129个，
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国家有关部委与阿拉伯国家相关政府部门签署了多项中阿合作协议，有力拓宽了中阿合作的渠道。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商事调解中心、中阿联合商会联络办公室等一批中阿多双边合作机构落地云下。毫无疑问，中阿博览会不仅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级综合性平台，也是宁夏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对促进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提升宁夏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成效。秉承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宗旨，2019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主题为新机遇、新未来。显然本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着眼于更广阔的市场。从这个短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一直在突出强调我们本届的这个主题是新机遇、新未来。怎么解读这个主题？我们知道呀，在历史上慢慢的驼队啊，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茶叶、丝绸啊，送到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啊，包括更远的地方。同时呢，把阿拉伯国家的天文历法呀、香料也通过这个古丝绸之路运到了中国，加强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融、交流和合作。同时现实的看呢，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呢，非常契合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的需求。不管从历史的回顾还是从现实的来看呢，我们都面临着新的合作的巨大的机遇。只要我们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齐心协力携手相向而行，我们相信呢，一定会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就是啊，我们基于这个考虑，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新机遇、新未来。是我曾经看过牛津大学的教授，就是彼得·弗林科潘写过的《丝绸之路》这本书哈，他其实在讲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从小的教育其实得到的这个世界史似乎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史，就是从比方说他从那个希腊开始，然后讲到罗马，然后最后到什么那个工业革命，就整个其实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他开始关注丝绸之路这条路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你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也是这几年我们经常提的，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新机遇首先要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这个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所以你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是2013年的9月7号。那么在同样在2013年，中阿经贸论坛升级为中阿博览会。所以这就是说，在这个全球经济供给乏力的时候，中国在向全球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所以中阿博览会不仅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在这个在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也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就是说过去都是西方国家在提供，那么今天新兴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就是中国是新兴国家，阿拉伯国家也是新兴国家，那么新兴国家在群体性崛起，也向国际社会在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跟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从外交层面到经贸领域都是全新的。2010年，中阿确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务实合作找准了方向和突破口。据我了解，目前中国已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同海合会建立了中海战略对话机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这个历史机遇里相遇，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共享未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积极将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同中阿多边合作机制相对接，比如埃及的振兴计划、沙特的2030愿景及2020发展规划、阿联酋的2030愿景、约旦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丝绸城及舞蹈建设规划、摩洛哥丹吉尔穆罕默德科技城建设。中国的需求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需求
是一致的。嗯，所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嗯，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迎接新未来是吧，共创美好未来，对，也一定是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之上的。一带路的一个实质啊，叫陆海统筹啊，东西双向开放。从2015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中阿博览会就开始在设立主题省，也给国内的其他省区市借助这个平台在寻求合作的机会。我们宁夏要跟江苏省做这样的合作，可能还要做一些准备，即使弯道超车也不能脱实向虚，针对性的设计了一系列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让世界看见宁夏，正在播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由宁夏卫视为您播出的第四届中阿博览会特别节目《让世界看见宁夏》，我是宁夏卫视的主持人张冉。今天呢，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赵磊教授，那么这一位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的副局长张立伟先生。其实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留意过哈，从2015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中阿博览会就开始在设立主题省，是吧？第一年的主题省是浙江，第二年是福建，这是第三年，第三年是江苏。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主题省？我们说呀，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虽然在宁夏举办，但它不是宁阿博览会，它对外呢属于世界，对内呢它属于全国各个省区市。就要利用这个平台呢，一个是这个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同时呢也给国内的其他省区市借助这个平台在寻求合作的机会，既在寻求国内的合作机会，同时也利用这个平台呢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找更加广阔的这种合作的机会。所以说呢，主题省机制呢有效地调动了中国其他省区市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中阿合作的这种热情。我们今年呢，中阿博览会的主题省是江苏。同样，我们在为江苏省呢，也有针对性的设计了一系列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也希望呢，通过这次，主题省的活动呢，既加深宁夏与江苏的合作，同时也希望江苏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更多的与其他省区市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和机会。那关于本届中阿博览会的主题省江苏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短片，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来了解一下。江苏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开放起步早，开放型经济发达，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有良好的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基础。过去6年，江苏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联通、境外园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等成为全国一带一路建设标杆。中江集团、红豆集团、海企集团、徐工集团、金生集团、亨通光电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到江苏视察时曾经指出，江苏呢是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所以我们今年的江苏全省的开放大会也专门指出，我们要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作为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个总览。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呢，我觉得我的理解呢，其中既要包括向东开放，也包括向西开放。原来呢，咱们江苏对这个向东开放，就面向海洋的开放更具有优势，但是呢，我们在向西开放方面呢，向内陆开放方面呢，这是我们的短板。为进一步提升第四届中阿博览会主题省系列活动成效，密切苏宁两省区经贸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园区共建和产业转移机制，江苏成为第四届中阿博览会的主题省。宁夏与江苏在“一带一路”倡议这个蓝图中相遇。中阿博览会不光是对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好处，实际上是对全国包括我们江苏在内的各个兄弟省市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对接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平台。通过我们江苏和宁夏之间的合作，我们
找到了一个向西开放的一个支点，一个支撑点，战略支撑点。我们可以看到江苏省既是一个大省也是一个经济强省哈。我记得在2019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他们晒出了他们18年的这个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一个成绩单哈。他们是全国第一个在 GDP 上突破了9万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省，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的省哈。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宁夏要跟江苏省做这样的合作，可能还要做一些准备。这个一带路的一个实质啊，叫陆海统筹啊，东西双向开放。这个陆海统筹的那个陆啊，就是内陆经济，是吧？我们说很多，比如像西北啊、西南啊，它在欠啊开放的这个深度开放的力度。嗯。那么东南沿海呢，那是开放的前沿。所以这个陆海统筹就是如何将这个西部的这个资源和这个东部的经济的活力啊，有效的结合起来。嗯。将东部的，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的活跃的要素，包括人才，包括视野，能够助益我们西部的深入开放。所以如何有效对接，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啊，要向这些省份要学习啊，他们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也了解到你们说前三届你们这个主题省福建是海四核心区，是吧？浙江商人行走全球啊，义乌啊、温州啊、台州啊，那么到江苏一个是制造业，另外一个呢江苏的教育资源，还有呢江苏企业的国际化。嗯，这个记得在十大会议刚刚结束，习总书记第一啊站选择的省份调研就是江苏省。嗯，就十大一结束到江苏调研，那么在江苏调研，他专门选了一个企业叫徐工集团。嗯，那他为什么到徐工呢？我们想中国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所以宁夏作为西北省份，我们要学习人家，就一定是放在实体经济上。嗯，我们不能脱实向虚，即使弯道超车也不能脱实向虚。嗯，即使金融信息人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包括教育也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所以第二句话，总书记对徐工集团的这个干部和包括这个工人讲啊，说实体经济的关键就是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嗯，所以江苏这个地方的这个发展呢，它的智能制造、先进制造是非常有特点的。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国际化。你比如说讲那个柬埔寨有个特区叫西哈努克港，对，经济特区、西港特区，我们曾经在那儿采访过。哎，那是江苏无锡的红豆集团在做的。对，你再比如说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很早的一个园区叫东方工业园。是张家港的兄弟俩叫卢氏兄弟，这些人我都见过啊，我在埃塞他这些负责人都见过。这个张家港这两个卢氏兄弟最开始到埃塞是要卖什么，要卖那个什么钢筋啊，那个管线的那些管材的，结果一到了埃塞，当地人说我们这儿最缺的是水泥，所以他就不按他原来的那个规划去做了，他迅速就调整了策略开始卖水泥，结果卖得不亦乐乎，所以第一桶金就这么来的。嗯，过去我们讲一带路好像这个企业都是大项目，所以很多小企业觉得我这个钱不够，我做不了大项目，我做不了工程，做不了能源，做不了园区。但是恰恰江苏这个企业，它的民营企业的思路非常活跃，比如制造业开放，甚至这个机会不看大小啊，不是说一定赚大钱我才做，像这个做小蘑菇的事情它也做成了。所以恰恰这些点呢，是我们向他们学习。其实我们说在宁苏这个做这样的合作，其实呢对于我们宁夏应该说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也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您怎么看？我特别建议就宁夏要通过这样的中阿博览会要系统研究啊，这相关省份的开放的经验，包括国际上这些国家它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要研究。所以我们这个中央领导也经常讲说，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既需要战略对接，需要规划对接，需要项目对接，但首先需要智慧对接。嗯，就智慧对接一定是最关键的啊，这个西港特区它成功在第一，它长期在做。2006年前后，西港就已经出去了，就这个红豆已经到西港去做园区了，已经是有十多年。十多年，它这个一直在做，而且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什么？这个西港特区当时接待我们这两个负责人，他这两个人都在西港待了10年了，不是说几年就换回去了，对，刚熟悉就换走了，又来重新熟悉，就永远是在摸索。的确是扎扎实实的，扎扎实实在做事业，在做这个事业。所以这两个人他讲到西港，讲到柬埔寨，讲到信手拈来，讲到中国企业的发展信手拈来，他这个市场他吃透了。所以当时这些人讲了很多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们在国内是生活，我们在海外是活着，就他条件很辛苦啊，从平整土地通水通气通油到跟政府打交道，他这个过程他是很艰苦的，十年磨一剑啊。所以你们在国内是生活，我们在海外是活着，但他这种状况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一带路的这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啊，也使一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个其实赵教授真的给了我们特别多的一些启发哈，尤其讲到的那些例子真的都是让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张局长，您觉得在苏宁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对宁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促进作用？就本届中阿博览会来说啊，因为这届中阿博览会的主题城市江苏，所以大家可能会把话题的焦点聚焦在宁苏合作，就是宁夏和江苏在这个平台上能达成什么样的合作，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其实啊，这样不可以单纯的把它理解成宁夏和江苏的合作，从全国层面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东西部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呀，这个江苏不单是这个经济的强省啊，不单单有这个很厚的经济基础，有人才支撑是吧，有科技支撑，有资金支撑，同时啊，我觉得它更大的优势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的经验，包括一整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的保障，这都是宁夏在这个过程中啊需要深入的去与江苏对接和学习的。我们知道因为中阿博览会是在宁夏举办，对，宁夏呢利用中阿博览会这个平台呢，为走出去的企业包括一些省参与的省份撑起了一个政策的一个框架平台，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利用在这个平台上呢共同的抱团走出去，对，你有我没有是吧，我有你没有，大家取长补短互利合作，共同的去发展。所以说我觉得苏宁合作呀，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有足够的耐心，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毅力，一定能够携手啊共同走出美好的前景。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新机遇新未来，机遇需要把握，未来需要创造。ما هي انطباعاتك حول نينشيا؟ لقد كانت دربا أساسيا على طريق الحرير القديم. إنها منطقة تتمتع بموارد وفيرة، أرض ساحرة تجمع بين مناخات باردة وساخنة. نينشيا مكان مليء بالحيوية. نينشيا الحديثة، موضة نينشيا، رياضة نينشيا، ترحب بكم. قامت قناة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بالشراكة مع محطة نينشيا للبث الإذاعي والتلفزيوني بإطلاق السلسلة الوثائقية توقيت نينشيا، لتقدم لكم الحياة النابضة في نينشيا. نينشيا 也迫切的需要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级开放的平台，应该说今年更加的务实。宁夏要成为一种宁夏现象，就是一个内陆省份，它在不停的尝试，让世界看见宁夏。正在播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峰论坛当中指出哈，说共建这个“一带一路”不仅是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本届我们中阿博览会当中呢，精心设计筹办的有这个现代农业是吧，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产能合作、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这个经贸合作的交流展览展示活动，这其实是积极促进了我们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这样的合作哈。下面呢，我们这个短片可能可以让我们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本届的中阿博览会。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国家有关部委与宁夏共同举办11项活动，包括商务部与宁夏共同举办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展及境外园区投资推介洽谈会、物流合作洽谈会、投资与产能合作大会，中国贸促会与宁夏共同举办中阿工商峰会，一带一路合作创新产品展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介洽谈会，农业农村部与宁夏共同举办现代农业展及农业产业合作对话会，科技部与宁夏共同举办高新技术装备展及技术成果推介对接会，国家网信办与宁夏共同举办网上丝绸之路大会，
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分别指导宁夏举办互联网加健康医疗产业展暨应用大会和中阿旅行商大会。今年的中阿工商峰会还将发布《中国阿拉伯国家与第三市场国家一带一路合作机遇报告2019》《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2018年度报告》等成果文件。利用好中阿博览会这一开放型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商合作愿景、共会合作蓝图，为促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回头再来看一下，本届博览会安排的这个各项的内容呢，其实会发现，应该说今年更加的务实，为宁夏的这个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种发展啊。二位怎么看？国丝绸路跟中阿合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带一路”它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用了历史的符号，但是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发展的潮流，就加强经贸合作，然后以此来促进政治互信。促进这种文明互鉴，所以这个三根支柱我们是缺一不可的，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包括文明互鉴，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怎么样使它更加的高质量发展？所以第二届高峰论坛的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我们中阿博览会的主题其实也是在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对，要想高质量发展，第一个是可持续，你让它可持续，所以要有好的项目，如果没有好的项目，没有好的经贸合作，人们可能来一次，下次就不来了。对，那么这个好的项目衡量的指标是什么？要惠民生，就这个项目落地使宁夏老百姓有获得感，以利服人，这个利是利益的利，你光讲理论光讲政策是不行，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利服人，这个利第一个是利益，我有获得感，阿拉伯国家参与这个合作有获得感，我们参与有获得感，还有个利是单人旁的利，要有鲜活案例，所以未来我们说既要讲理论也要讲案例，要剖析案例，特别再过十年，可能我们有好几届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要有我们的案例库，哪些案例是成功的，我们要挖掘出来啊，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需要调整，哪些需要完善，我们需要去给它再进一步去破题，所以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均衡这个商脉和文脉的发展。古丝绸之路为什么阿拉伯商人会来中国？一个是你有丝绸，有茶叶，有瓷器。对。另外一个呢，那个时候你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眼神中的精气神，它代表着先进，它有温度。对。它代表着先进，所以我即使不冲你的产品来，我冲你的精气神，冲你的先进性，我也会来。宁夏要成为一种宁夏现象。就是一个内陆省份，它在不停的尝试，是吧？成为宁夏的一种现象，而背后传递的是什么？我在产业上升级，有了商脉。是吧，我在这个制度、在体制、即使在人才、在创新方面，我又与时俱进，我甚至有一些文化的温度，是吧，就是让中国的人才，比如说江苏的人才来到宁夏，哎，感觉就如同到家一样，所以我觉得宁夏是有这样的魅力的。所以我2010年在宁夏挂职一年，我总跟宁夏的朋友讲，也跟家人讲，宁夏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啊。所以有的时候来这儿不是冲会议来的，是为了见好朋友，是吧？为了见这些这个兄弟朋友们来宁夏，所以宁夏是有诚信意识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商脉、通文脉，去实现高质量、实现可持续、实现惠民生。所以听您这么讲，其实我们很温暖啊，但是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压力，因为这其实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哈。宁夏呢，地处西北内陆，我们反复说它的地理区位。不沿边也不靠海，所以说呀，对外开放对宁夏十分的重要，打通对外开放的通道十分的关键。这些年来啊，宁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在搭建对外开放通道上做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我们呀，感谢国家把举办中阿博览会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呀，我们有信心完成呀国家的大战略，担负起宁夏肩负的这个神圣的使命，同时啊，宁夏也迫切的需要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建设内陆开放经济实验区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级的开放的平台。我们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新机遇、新未来，